啊，无论境缘是善还是恶，通通都是提醒我们自己的境界，提升自己，提升佛慧。啊，逆境没有怨恨，啊，顺境善缘没有留念，啊，在这个里面断贪嗔痴慢疑，从境界上断了，啊，顺境断贪心了，断傲慢了，啊，逆境里头断嗔恚，断愚痴，啊，境界上断是真断，就是把佛法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待人接物，那就是我们修行的道场。那生活能过得去就快乐，啊，衣穿得暖就行了，食吃得饱就可以了，没有好坏之分。啊，居住有个小房屋可以遮蔽风雨，多快乐多自在。啊，每一天的充实是佛慧增长。啊，烦恼业障自然化解了，没有了。你多快乐多自在。啊，有缘全心全力帮助苦难众生。啊，我们去引导他，是用教学引导，是用伦理，用道德，用因果，用古圣先贤的教诲去引导啊，啊，引导自己，也引导别人。